大家可能也听说了，这次确实演男一号了。真的，这个角色当时找我的时候呀，我也很诧异，我说我也不会演戏呀。导演说志成没事，这个角色特别贴合你，这个角色他不好看。我说然后呢，他说这还不够吗？而且当时只公布了男一号，是因为女主角实在是太难找了，导演都懵了，怎么一听和志胜的都找到工作了，甚至还有女主找关系，说我能不能不演，说只要不让我们演，我们可以代之不进组。我对年轻人的生活也很好奇，有次我特地去了他年轻人的酒吧，太吵了，年轻人黑压压的在里面蹦跶，我只能找个角落拿出自带的保温杯，偷偷的偷偷喝两口压压惊。有个年轻人还跑过来问我，你这杯是特调吗？叫什么？我说对，小伙子你挺有眼力的，这可是用枸杞、红枣、菊花调出来的，它叫长寿冰茶。后来我还从我的手帕里拿出自带的砂糖橘，小伙子吃了说，这是我在酒吧吃过最好吃的水果。我当时就觉得现在年轻人确实苦啊，5块钱一斤的砂糖橘就把它征服了，我要是把手帕最里面那一层的葡萄干拿出来，那不得把它填哭了。几个月前我还去看了蔡依林在长沙的演唱会，周围观众的反应跟你们一样，很惊讶。蔡依林是他的菜吗？他不应该去看蔡国庆吗？我怎么可能去看蔡国庆呢？他都56了，我只喜欢54的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一只话筒，一只传递快乐声音的话筒。最近我来到了这里，这是我的三个朋友，偶尔也会上点小才艺。八八八八八，你别扒，你都跑掉了，我试试。咿呀咿呀咿呀。还是看点别的吧。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一档综合了各种喜剧类型的节目，在这里你会看到 sketch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怎么对你了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支气管！呀，李总啊，李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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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在干什么？他在满嘴跑火车。况且，况且，呼呼，因伤有事，踏平济州。非常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啊，我定啊。慢才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啊、老话，要爱一行，干一行，干一行，行一行，行一行，行一行。行行好，怎么行行好都出来了是吧？脱口秀，这次确实演男一号了，现在自信的我都害怕，真的。我觉得这个艺术形式已经过于抽象了。小伙子你挺有眼力的，徐志胜，男人最好的医美。还有一些无法被定义的表演。你指定想入歌手跟我没关系，你看到这个跟我没关系。也让他快乐走了。来吧，朋友们，都到了，咱们就把自己交给舞台，好不好？我们站好了，一会儿。享受舞台，欢迎大家来到轻轻松松喜剧节。今天是一场公立赛，滑梯区的上方是轻松冠军的宝座，分低者滑下滑梯，分高者留在宝座。这一场喜剧节可以看到 sketch、漫才、脱口秀、红台演出。我已经拿到了河北的情报，这么近，那么美，周末去河北。这是河北的情报吗？这是河北的广告啊！来拍马屁来拍来，聊走，哎，聊走聊走聊走，哎。最近身体哪不舒服？我最近肩膀很酸。肩膀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吗？背负了一个商业帝国。这次确实演男一号了。导演说志胜没事，这个角色特别贴合你，这个角色他不好看。娱乐圈现在确实不好混了哈。当然也有可能看到一些无法被定义的表演。大家好，我是呼兰。大家好，我也是呼兰 AI 版。小胡同学，说一说我们仨谁比较好笑？王冕有1.7米吗？何广智。当前搜索结果过少，猜你想搜徐志胜。
这个叫浮夸。还有比这还要浮夸？没关系，都没关系，爱谁谁都跟我没关系。给中国舞蹈一点震撼。究竟是谁将成为我们首届轻轻松松喜剧节的轻松？吱声来了是吧？不是，这是我看到了，看了，来了来了，已等待一分钟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家伙让我们吱声等一分钟，这家伙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吱声老师没看着，差点走了，现在等一分钟，这家伙，如家密码了，我现在给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刚醒，哎呀，行。可以，你们脱口演员可以，你们脱口演员。我刚刚看你在热搜上说你眼睛没有那些卧蚕大叔。多等啊，等一分钟，你这在家呢？找一找熟悉的感觉嘛。哎呦，脱口秀哈，脱口秀，今天是脱。喝了。他现在是每天醒了之后才知道要干啥活儿。今天咱是一个直播，志成老师是一个直播，你记得整个美颜开一下子。开半天了没？就为了开美颜才迟到的。还有美颜呢，然后哥几个就是在里边，赶紧说吧，赶紧说吧，这边都挺忙的，赶紧说啥事？赶紧说，开场白吧，都挺忙的，这都得给点面子，这都是来一趟不容易。再不说要迟到一分钟。咱干啥？就是不是这个直播让咱几个干啥？让咱几个见面，好长时间没见。看看最近都在干啥？这是不是在家呢？这是刚回来。在家了，在家了。你看后边的梅兰竹菊，来看看。哎呀，你就光听不连是吗？纯耍大牌。听了一会儿，这个在脱口秀里边叫 callback， 他啥都不知道。传统脱口秀，传统脱口秀。你这一听就是传统脱口秀。我们主要是为啥刚一直在说这个传统脱口秀跟先锋脱口秀，因为。护栏哥在里边弄了一个那个就是非常先锋的一个形式吧，叫什么？可以剧透这个形式是吧？可以说吧，就是 AI 漫才，对吧？应该行，要明天就看着了。你捧着一天蜜，是不是好像也没啥？对对，那你要不给大家演一遍吧？演一遍，咱要不先演一遍吧？你搞给我，我演那名。我看着你们这四张脸，谁都不像 AI 啊！我这是转着圈的看。没有，有点先锋。不是，就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大概提了这么一个想法，然后但这玩意儿就是提完之后，人家就把好多家伙事儿啊，需要用的东西就都给准备好了。都准备好了之后，这玩意儿就不能再改了啊！因为人家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都没问创作初衷，胡兰哥自己说了。我们这几个主持，我们俩主持有点太次了。你倒是问问题啊，就是。我觉得说的挺好。你再不问，时间到了，徐老师下一个工作开始了，你怎么办、啊？那咱们问问徐老师吧。徐老师还是没忘初心，整个传统脱口秀。传统脱口秀讲起来感觉怎么样？那不是不会不传统的吗？那叫会传统，不是光会传统的吗？那，行，会也整别的了。现在就这么嫌弃吗？现在，哦，然后豆哥也是传统脱口秀这一块的。传统脱口秀，坑蒙拐骗。坑蒙拐怎么了？说学逗唱。然后我跟蒙恩呢，我俩在里边也是主持人，我俩就没讲。这个主持这个水平，你们应该也能大概预测的出来。就是我们明天我俩的主持水平跟今天差不了太多，差不多是一个水平吧。咱俩不是主持人，咱俩不是主持人。哦，我俩不是主持人，是主持人。我俩是志愿者，我俩是主持团的志愿者。志愿者，我俩路过就是。对对对，反正就是大家，我们说完这个 AI 漫才，怎么大家没有期待是怎么回事？这 AI 漫才你听过没有？完了，这没期待我这现在改也来不及了，我这怎么办？我天、啊！我俩为啥没讲？因为我俩得当志愿者，那志愿者缺了我俩不行，那对，是缺了我俩那节目办不了。而且讲脱口秀的人已经饱和了，你看咱这看的这志胜、毛豆、呼兰，好像也就后面没有脱口秀节目了，是不是已经？我俩怕也讲不过人。黄的嘛，黄的嘛，哦，黄的嘛，对，黄的嘛。我们里边有几段脱口秀，有个三四段差不多，三四段。然后除了 AI 漫才，我们还有正经漫才，传统漫才也有。传统漫才。毛豆那个还是有点不一样的，因为毛豆后面应该是还有个小节目吧？你看能说多少啊？毛豆。
豆哥。小节目，我有小节目吗？等会儿啊。怎么忘那么快？没有小节目，是唐老师有小节目。小才艺，那也小才艺，小那叫什么？小蠢哦，对，每个人都在里面露了一手。我们除了演出，我们明天这个节目除了大家正常演出，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穿插小才艺、小游戏都有。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节目。哎呀，恭喜何广智荣登热榜 top 二，可以，哎呦，可以，咱 top 二了，咱 top 就是，这都该我说的了。我只能说今天微博挺凉呀，3400个微博。你今天上热搜了是不是？你今天上热搜的，你今天说你眼睛小吗？热搜的。这玩意儿有啥好教的？不是，哥，你眼睛尖，你看见这让你给看见了啊！哎，我特意开了个特效，我真的发现这个美颜还是光瘦下巴不瘦脑门，脑门显得老大了，下巴显得可尖了。你倒立过来会好一点，会不会？就是他是不是瘦下了？谁瘦下了？但我看毛豆这哪儿没瘦。有朋友问那个什么没瘦，我瘦了。什么时候安排？哥，你专场咋样了？瘦了，减肥呢？嗯，50天瘦50斤，一周就瘦了27斤。哎呦，我上了个厕所，我上了个厕所就直接瘦了7斤。那天吃自助餐，吃完自助餐，我上了个厕所，就上厕所瘦了7斤，出来一称少7斤，瘦了7斤，啊，这一点没骗你，你都把厕所拉堵了吧？厕所没堵，真的，我也没。三位老师会在最后给我们连，最后连麦，朋友们。嗯，有个顺序啊，对。大家在问咱们专场什么时候弄？专场。就是弄完这节目就弄专场了，不先弄节目嘛？大家就是对这个节目，我们就是前面没弄专场，就是一心把这个心思啊精力都扑在这个节目上了。是这个节目，为了这个节目准备了一年了。对，那家伙给这个节目扑的，你看吧，你到时候你就看吧，明天12点腾讯视频你就看吧。你俩是没演呀？你俩在这不哐哐提高期待？你俩是一点没想呀？在这你俩志胜老师开场第一个就能看到志胜，你就看就行。不是，还有朋友问是啥节目？你俩这是怎么主持的？第一个就能看到主持人哦，啥节目？你们还不知道啥节目呢？咋主持啥节目？我们这个直播呢，是为了明天的那个节目叫《轻轻松松喜剧节》做一个预热。明天的节目叫《轻轻松松喜剧节》，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，明天中午12点。对，保持点劲。这个真是黄金时段，就是，反正就是。各种喜剧形式都有，我们刚刚也说了什么 AI 漫才啊、传统脱口秀啊这种，就明天、今天就是直播的这哥几个，明天都能看着他们演节目，他们丢人就都能看到。然后，哎，还有人直接问说好看吗？那这不是问对人了吗？好看，那肯定好看、啊。往脸上问，你这让你给买东西一样，你这好吃吗？那咋说？你到饭店问人好不好吃？我干这么多年饭店，从来没问人你炒菜好吃吗？你谁跟你家不好吃啊？你对，不好看不要紧，好看，然后不搞笑好看，应该是常驻，因为这个就一期，应该就是飞行时长应该用不上 VIP， 就是开场开完场。对，这个节目只有一期，就是所有人都是常驻。对，我们这个节目的形式呢，就是它里边的喜剧形式有很多，除了脱口秀还有什么 sketch 什么都有，等会我们还会连一些别的朋友。对，只有一期，就一期，对，就是轻松。录多了就累了。对，就轻松嘛，就大家也就轻松的看。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主题，就是大家就是轻轻松松的看，比如说你要喜欢你也就轻轻的夸，你要是不喜欢轻轻的骂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听起来好敷衍。你不好看你就轻轻走就行了。你愿意演你不愿意干。对。行，咱是不是聊也差不多了？是不是聊多长时间？聊我们也没说几句话呀，聊啥呢？我这是这个大小的采访啊，采访就是你这一段，就是老师，你这一段作品是准备了多长时间呢？是这一段？这一段作品怎么说呢？确实聊差不多了，就是一年都不舍得说了，就问一些不该问的。老魏，你这么多一分钟都聊差不多了。
志愿做的群里边有想说的，有表达哈，有想说最近一些想说的话都在里边了哈。不是，是三个月前想说的话都在里边了，他这玩意儿。对，我们是已经录制结束了，朋友们，哥几个都讲嘛，都能看到，我们哥几个都在里边有表现，都一些。刚说了是呼兰哥 AI 漫才，然后智胜毛豆是传统脱口秀，我跟蒙恩是我俩志愿者，毛豆往这一贴，特别这个眼睛来回动，特别像那个越狱兔在那儿。跟你是不是太往前了呀，还是怎么怎么斜的？前头怎么这么大？哎呀，看着他就想笑。还聊点啥？怎么这介绍这个节目？这节目也不太能聊，再聊就剧透了。我妈来了。我骂了，哎呦，骂了！那跟阿姨打个招呼吧，咱。阿姨，骂，出去骂！今天不卖东西骂。你小幽默，好家伙！你妈不在你屋啊？不是，我妈出去旅游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。他就是黄大妈来了，黄大妈来了。啊、哦，黄大妈。谁是黄大妈来了？别人的妈妈也来了。对，点击左下角链接，咱也没有链接，现在也没有不卖东西。我们卖的这个产品是轻轻松松喜剧节，大家记得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十二点准时观看。能去视频哦。是，这是我们是带的货是轻轻松喜剧。点关注，点关注，点关注，给榜一大哥点波关注，给榜一大哥点波关注。咱们还有榜一大哥，这有专业的哈，这对。就哥，辛苦你抓起来小手，点击屏幕给我们加点赞，加点赞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马上就上屏了，马上就上屏了。这是真熟啊，这是真没少直播。宝宝们，快点播。咱们要不聊不了那个啥，聊不了节目，聊点最近的事儿吧。萌萌，你干啥呢？你是学英语呢？听说？啊，对，我学了好几年了。有点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换个语种了，这打算进军英文脱口秀。对，英文现在先进军一下英文吧，这还问了呼兰找机构呢。对啊，啊，我投资啊，怎么是找机构？报名呢，报班呢得。哦，学咋样？咋样了呀？对啊，别的学音标呢，有点累了，就想放弃了。你学了好几年还学音标呢？我一听这个基础也跟我也差不多，曝光的。现在就不认字母，只认音标。嗯，那你这个是得找点机构，这一般的机构都不教音标了，现在应该。我买了智能眼镜，直接就能看到英语，直接就出汉字。总有人说我坐马桶上，这是椅子，这咋是马桶呢？不，但你看到汉字是不是也不会说呀？那个能翻译、啊？对，看到英语，你要打起输入英语之后看英语，直接就是出汉字。你啥眼镜这么高级、啊？就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能打某族那个2000多块钱那个。你要问什么眼镜？关键是它有那个提词器啊，它眼镜里面有提词器。我前昨天刚租刚刚用开房麦刚刚用，不是？那你用那玩意儿干啥？你用那玩意儿看美剧、啊？看提词器啊，就是演出的时候看提词啊。我就是新写的段子背不下来，我就直接演。第二天。哦，这么个意思是吗？这么高级？啊、你这个比我那个 AI 高级啊！我的天。对啊、就这么一过，就在这样演就冒一过就是了。有一微微一小点绿光、哎，你看咱说了这么半天，要不卖个眼镜，有点说不过去了。你说没准备，早知道就卖上一波眼镜了就。你看魅族懂不懂事儿的？看魅族懂不懂事儿吧。哎，可以啊！我天，这事儿感觉好累，那可不嘛，刚你在上海吗？这是。Yes。这事儿你是不是听不着我说话了？这在看剧，听不着。这在刷抖音呢，开了个后台在刷抖音。我说这半天不吱声啊，可能没听着是吗？我卡了刚刚。嗯，假装的是吗？假装卡了，假装。这卡了，我就是你要卡了，你得不能动，你知道吗？你得在这儿手放着，不能动。对，
画面很连贯，只是听不见。你这是光是音频卡了，视频没卡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咋了？还有什么？哎，咱这节目反正都是自己朋友啊，咱还有什么想朋友想跟我们后边的朋友想连的，直接连就行。我们看看。是。对，我骂别连我骂啊！我骂上台又好说我了。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就是 sketch 的朋友，可能大家不太熟悉，但是其实我们已经跟他们合作好多次了，都非常的好笑。嗯对对对，马上就要爆火的那种朋友。啊，正理，你们早应该熟悉了。那些朋友们如果来的话，可以直接连一下，咱就哥几个唠一会儿吧。嗯嗯，我看有好几个。好啊，就那个啥呗，流水席呗，就来了就上来聊，对对，然后来了就上来聊，下了就往下撤就好了。那个李川和维维哥他们上来了吗？我看看，哎，有上来了，上来了。这个朋友，我看看，这不是咱们的朋友，好像啊，是我们的敌人吗？黄小帅是谁？对，黄小帅不是咱们的朋友。你好，请问您是哪里人？这个朋友你好，这个朋友你好，你是？请问你找谁？您贵姓啊？您就是？我姓黄，我是那个黄帅啊。对，您是黄帅，但我们还是不认识。是这样，我简单讲一下，我刚刚连就连通了，我现在那个不影响啊，不要把我挂了，我现在还在车上啊，还在开着车，没关系。我那挂了吧，挂了吧，挂了吧，您开着车就先不要跟我们，他怎么开了个精英的脚啊？就是你给他听、哦、好，让他安心开车吧。对对对，他有没有乘客啊？我们连个乘客，连了个乘客，他可能要投诉那个司机也快。不是这个主持人，这个主持的，我天，这个场控的这个乱，就是我们怎么连？不，我们人都接不进去。我们明天轻轻松松的那个节目呀，我们主持比这还乱，就先给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们明天也是这个水平。是，给大家提前打个预防针，就是就我们那个混乱，不靠主持撑，对吧？这主持就是个陪衬。维维哥来了，维维哥来了，好，维维哥啊，哟，哎呦，这是个 hello 维维哥，这是个爱豆呀，哎呀，哎，怎么比本人瘦这么多呢？二号乘客来了，二号乘客，不是，我说我呀，我这。不是本人不是这样的，这不能骗人的，我怎么打回原形啊？没事，我们打回原形，刚才打来的我们就很假了，我们都比之前好看。你这么一整的，你说大家都得打回原形，要不然确实是这个直播自动美颜，咱确实比平时好看了一点。对，都这样，都这样。那我往上点吧，这样吧。这咋还得非得跟这样挡不住你的同一个水平线是吗？是的。哎呀，我老胡兰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熟。维维哥呢，就是我们那个明天的那个节目里面会有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，是演一个 sketch 演员，然后就是非常厉害，非常惊艳，马上就要爆火了。大家可以现在关注一下，现在关注一下，对，第一波粉丝现在关注。应该刚刚在春晚上，各位同学应该在春晚上见过他。对，川哥来了，川哥，哎。最多可以连五个人，现在川哥上不来了，李川哥上不来了，咱已经六个了呀。那行，伟伟你下一下吧。我下一下吧，你们聊一会儿，唠一会儿啊。哎呀，你们这个人情世故真是明明白白的，我下。行哥，那呼兰哥，我下。我们没问题，我们仨是不是都要下了？我们仨可以，想下就下吧，想下就下，想唠一会儿也行。好。那我就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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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我连一下。